超秒了，我没镜子，不然应该我也能杀他。那泽拉塔，你这在干什么？你怎么全身光的？就一下要遇到了，要遇到了，泽拉塔要遇到了。挂爆头挂！哇，这铁外挂吧，这些人。挂铁外挂，铁外挂。他转身就爆秒了，我操！举报举报举报！先举报就行了。他一开始没跟我们一起跳，我觉得是心态崩了吗？怎么直接离开了？我没啊，我在准备啊。啊。啊？还有人没死吗？对啊。我他妈以为全死完了。我刚才落地就有个人在我前面，我跟着他跑。他没发现我，之后我就躲在躲在那个房里面不敢出去了。就你下次要有什么事儿或者忘了或者看手机的话，你先跟随一个人。卡了一下刚才。哦，那你要早点跟我们说你卡了，你没进来，我们就先不跳，好吗 ？OK OK， 跟我们说的，没事儿。我们是一个团体，就肯定要一起打。可惜可惜可惜，要一起卡是吧？这个这个打不过我操！你但是你要跟我们说，我们可以不跳那个大城市，但是你要跟我们早点说，就说你卡了。Timmy， 出出来吃夜宵，去 Richmond。你来接我，少杰来接你，少杰答应了。一吧，太远，你开到 Richmond， 我来接你。又是这个他妈的让我瞎了的。哎，虎哥，你去接 Timmy 怎么样？啊、虎哥，你接 Timmy， 少杰接我，虎哥。哎，可以啊，其实你他妈反正住 Richmond 开过去快得很。是啊，就十分钟。我他妈本来还骑摩托呢，我操！对啊，你骑摩托接 Timmy 啊，贼爽！我操，这么爽！我他妈的，我得给他背一个头盔呀、啊。对啊，你给他，你那个车后备箱放一个，然后头上戴一个不就行了？我摩托车没有后备箱，那你就你绑一个，绑在背后，绑在背后，就绑在背书包一样，龟头上再带那个，像背书包那样背一个。要我接他，我只能开车，没法骑车。你骑车呀，你骑车。不是，我没有足够装得下背一个头盔一个嘛，袋子你知道吗？你绑着你放书包呀，你。不用放什么，你直接绑在自己腰上，你懂吗？我操，跳哪跳哪？那个没法绑，没法绑。哎，跳这个地方吧，这个地方我从来没跳过。哎，准备跳了，准备跳了，三二一，走了。这啥地方？屁，你可没去过，这都死了五六回了，这是。地城。类似于跳远的。这就是类似于这个。在别墅呀，上次我们一打四，我操他妈！今天早上一打四，一个人挂的那个，有人，哎，哎呦操，下饺子，跳哪里啊？跳小平房吧。都抢这个房子，我他妈醉了！旁边的房子有人呢、啊，旁边的房子有人呢、啊，是要一起安全。前面的房子也有人呢、啊，打扰了，旁边房子有人，怎么没有？有谁有枪的？没有，就我一个有枪的。对，到少爷。你隔壁房子有人？对，右边那个。哎，我有枪了。火力，这个枪不怎么好用、哦。你不用给我枪。来，我帮你们吸火力来打呀、啊！我操，你那玩意你又用不到，先给我。哪玩意儿？锤握。我给你吧，给你吧。
感觉不是，既然不走的话，那我就自己先去找枪了。打不了，怎么打？我就六十发子弹。六十发够炸一个了。可以打呀，这怎么不能打呀？走啊！那你走，走走走走走，冲房冲房，走啊！走啊，来跟着我，来冲！你他妈往哪冲啊？我们右边房子。哦，右边房子来。不是，你大房子打不过人家的，大房子物资贼多。一个进，一个一个进。冲！这里真的有人搜过吗？我操！看那个，那可能这他妈怎么样也不像是有人的样子。看这儿跑了，他可能跑了，看到我们四个人，懂吗？怎么还没有枪声冒出来？不对呀、啊，那你哪一枪对呀、啊？就两队呀、啊，他们在等我们呀、啊。先把小房子清一下。这我也搜索，我也搜索的这个拿了个牛油桶的是谁？我只有个油桶啊，怎么？我操操，在外面！我操！往我们这儿爬，往我们这儿爬。我不知道在哪里打我，我不知道在哪里打我。我一翻。往我们这儿爬呀！对，我在往啊。来，好，好，那一枪。来了，来了，准备了，准备来了。乱打，我来三个人来。哎呦我操！都倒了，别救了，我操！很残很残，我脸上一个，我脸上就在我脸上，就在我脸上。这个是挂吧？最主要是我没枪，你救了我也没用。也对。不是这个是不是挂呀？我操，这也太快了吧！反正你们俩都有枪，应该把他们一个人或两个人都能搞定的。他打到一个了，打搞定两个，是搞定两个了呀。我打残一个，然后有一个补剩一滴血，感觉可惜没搞死他。不知道，我就一把小手枪，然后我得要救居民，毕竟还剩下两秒，所以我不够坚持我们。我就往地上撒油了，刚才。这不是他妈的，居民也太可爱了。我队友给烧了，我操！我只有个油桶好吗？什么没有 ？SJ， 明天你开学了就不能踢球了，是不是 ？SJ， 能啊。明天几点踢？看他们在哪踢啊？最主要是明天我想把鞋子寄出去。但踢是能踢的。哦，就鞋能踢。哦，为什么踢？3点到4点有堂课。对啊，那你4点下完就可以踢啊。但是我4点到5点也有堂课。对啊，那你5点下完课就可以踢啊。就当他5点到6点还有课。没有，但你们不是3点钟开踢吗？明天。一般应该是4点吧，4点半之类的。4点半。哦不，我周三以后永久不能踢了。学习。对，你那个时间太尴尬了，6点到9点那个不可能。3点半踢到5点半了。明天应该会是那种晚上吧，就是下班后的时间踢吧。就现在下班，我觉得天黑的贼早，我操。对啊，5点半或者6点开始踢吧，明天应该是。明天那场球是质量最高的。没事，我可以在操场边上课。那你上个鸡巴课呀！我操。带腰炮子。你是放口袋里是吧？手机？对，来直接跳这里。啊？为什么要去那儿呢？不是这儿吗？哦，好吧，一人一个，一人一个那个什么，一人一边，好吧，四个角。牛逼，一人一边四个角，牛逼！我看我们能出来，能打下，能不能打下一个角？我操！完了！行吧，兄弟们，有缘再见。Sorry， 有缘再相见，有缘再相见。
大饺子了吗？哎，好像没人啊。我的 cam 就一个。有人没有？哎，没人。再见，奥斯卡。我们没人啊，奥斯卡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这也没人，没有什么人。我好像一个人没看到，是我看错了吗？不是，我印象当中的，不是我印象当中的，还是和这个东西不太一样。他大改，我跟你说了，他大改了。以前是那个金字塔是吗？对，中间一个塔，然后两边有那种，现在是大改。大改是重做，基本上是相当于完全全新的重做。我感觉好像没人来，我操！我操，这咋了？这改了之后特别穷还是啥？真没人，怪吗？感觉不顺畅，物资也不多。但还行啊，没有很穷啊，我感觉。因为这个图本身就不那个啥。三级甲，这还能叫穷？那三级甲，那个什么雪地图还有三级头呢？我见过好几三级头。我也升级甲呗。穷？穷吗？原来富，我觉得。又有点容易迷路，我感觉好像。我又有个三级甲，你们谁要？我来，我来，我没有。来找我。OK。这是谁的车？哎，他到了吗？啊，奥斯卡，我没有没有，不是我的车，不是我的车。啊，我在这里。扎坦人呢？再过来。不会问你的，因为你离我们太远了。没有啊，他在问，他说奥斯卡这个。啊，这个。啊，看到。赶快说不是我，我怕你们以为是我，然后不打，然后全死了。你往连瑞的范围。此地不宜久留，不然就得观看你们玩50.5小时了。我操，我们肥的一逼啊！雪妈肥那种啊！物资太多怎么办？用掉了。我操，后悔死了。没有，我还好吧，我这也没有很穷，没你们那么富了，但是我该有的有。四倍镜有人要吗？我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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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先问吧。你不是他妈很富吗，朋友？很富吗，朋友？听说。哎呀，不太行啊。快扩有没有人要？枪步枪屁股有没有要？我要我要我要步枪屁股，我要快扩不要。步枪快扩不要。我用我有了两个。我四倍带不了了，我要扔掉了。哎，求你了，大哥，你丢点东西嘛。不可能要，我给你子弹好吧？你丢点子弹，我给你子弹，我给你100发子弹。好可怜啊！我操。真的是弄到这个地步了。你们都天天装不下。这有个三级包。有没有啊，小姐？三级包我虽然现在没有，但是我也不太需要，我又不用带什么东西。我擦，个四倍镜。傻逼玩意儿，我去！我要个狙的快扩，还有托塞板。我有托塞板，小姐，到时候给你换，好吧？可以，成交。哎，舒服了，舒服了。嗯，好可怜。我操，我们这把太他妈肥了，朋友，肥到让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快递？我拿到狙的快扩了，好像。对，我就要狙的快扩。我拿到了，好像。来吧，宝贝儿。我搜哪呢？我还没搜完，太大了吧那儿。哎，我有狙，我也拿到了。
没筹码了呀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奥斯卡，什么？我不要了，我不要了，我有了，我有了，谢谢谢谢。杀人了，牛逼！我操，还有个队友啊，队友在哪？算了，先舔为敬。我只缺屁股了，步枪屁股。我差一个枪筒，可能我拿了步枪屁股。我操，这里枪头和屁股多的一逼，我扔了好多。你帮我捡个屁股呀，那个少杰。你他妈又没说，我操！我有屁股啊，我帮你捡了屁股、啊。对对对，我知道，我还要一个。你们一人帮我捡一个，我来找你们了，兄弟们。跑有点远。我缺两个屁股，我操，两个满配延迟，这也太舒服了吧！而且是那种最好的配件，我操。这游戏体验满分，我操，这是真你妈的肥啊！这里，我操，之后就他妈跳这了，朋友，又肥又没人，没人就是把运气好，是把人机多应该是，那也不至于一个人都没吧？因为这个自闭城也不多人，不过这里有一点爆，就他妈容易迷路，我操，不太好搜。你们为什么要待在圈外？我想问一下。只要跟着他跑。有车过来了。少杰，你是不要拖塞吧？要的，带着。OK OK， 带着。上了，走了，车走了。我这有个滑翔机。打不下来是吧？打不下来。OK， 我不开枪了。刚刚有个车往前过去了。诶？还有别人要拖塞板吗？只有少杰要是吧？对。对啊，其实我们不用动啊，动它干嘛？你过来吧。什么？我不用动？我们不用动，你过来吧。我在靠圈中间啊，你们在边边啊，我在这等你们吧。也行，等下等着，看下一波哪里汇合吧。反正其实刚好奥斯卡没来，我们三个人刚好一人一个三级甲。他来了，我们就没法分了。屁股呢？啊？你要怎么？不是给我带枪屁股吗？啊。什么？我哥截胡。我和截胡，我枪屁股，哥。What are you doing, brother? 没有。今天这个耳机，我重新插上耳机，我感觉总不怪怪的。完了，我枪屁股被妈给截走了，我操！好像有点远，算了。等缩圈再说吧。哎，我听到有人放信号枪了，我这里。我也听到了。谁要枪口啊？我可以，那是邻居的话，我可以把我的那个。狙效二，步枪消音给你，装到连狙上。这里有枪口，狙和步枪都有。
你听讲不吧，我这我现在就是有点凌乱，感觉周围有人，但其实是你们的颜值的。要是我把油桶打炸了会怎么办？打不炸了呗。我三千就是不会掉血的。不会吗？会的。打不破啊，你看。哎，有人。左圈。开车吧，这圈有点远，好像感觉。嗯。还行，跑吧。有人，六十，山头。对的，我听到枪声是那个方向来的。先跑步吧，我觉得。嗯。哦，我这有人，我这有人。fuck。一对。那应该是见不到我们了。快把他躲起来。你妈逼，这又不是圈内，他们在这干嘛？我操，不会是个人机要干死我吧？你真被人机干，有可能，我觉得。哇，不是人机，不是人机，还会丢雷的。嗯，然后你就死了。是呀，两个人包我。那前面有人，前面那个房区有人。你看到了是吗？看到了。是。真可怜，哇！送快递呀，送快递呀！哇，他们在打架，有一个吉利服。哎，这不是我刚刚那里吗？对，你打了我那里啊？打了，我帮你打了，我帮你打了，想打倒一下也算了。那在哪儿？刚才来，能救我吗？能救我吗？站在我后面救我。OK， 我架着撒旦。快跑！跑到我正后面，我正后面，正后面，正后面，左右左右跑，对，左右跑，左右跑，正后面。哎，正后，哎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对了，扑烟，包过来了。我没烟，我就要闪。我有烟，你往后走，少杰，你往后退一点，你往我们往后走吗？这不是我说少杰，不是被包了吗？我操，走了，打那个是不对，我觉得，我失望。大少爷，我们帮你了。左边走，别他们说话。在上面，在坡顶，在坡顶。他们被人打的，先让他们打。有飘进去的谁打？我没有，那我不打了。我们不打。往前走。就让他们打，我们不管。你看着。我。要回击了。他们动我们就得打他们，妈了个狗东西。炸死了，死了已经。姐，你要换位置。哎，那死人吗？操！啊！死人还打？
车的声音。忘记他车跑了，我操！牛逼，跑不？往前跑。加油哦！先走，你先走。点上有人啊！看，听到了。过马路吧。过马路。他们走了。房子上，房子上，后面少杰，哎，啊？怎么全死了？哦，还没。怎么一下就全没了？怎么被脸上的打了呀？天明得开近打，这个距离。好的。你用妖射就是不开镜，你的种心基本上没有，除非贴脸，基本上没有什么作用。你一定要开镜的。是啊，我帮你炸死一个他们队友。就啊，就他们呀，开着车的，车身都是一样的，傻逼。走是走了呀，但是我们打死俩，他们不是满编走的。sorry， 狗东西，滚老子！不是，他们也吃不了鸡，他们也吃不了鸡，两个人做不了事。刚刚都没多少人了，刚刚很少人了也。感觉会有30多个机器人，因为我看到好多人退出，但是人数在加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有很多机器人啊这个点。继续，继续老地方。那跟好我们吧，说那个什么，跟了，跟了就行了，对，跟了就行了。这次要就是刚出来就行了。这次人会多，因为很近。个人觉得太近。等一个脚。我不觉得，不建议一人一个脚。快乐打法。各个机构。那我这个脚吧，一走，人，他们跑了，啊，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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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刚刚隔壁有两队，没事，隔壁一个小。我跟你，我现在标的黄点有两队，有可能捡了枪会偷偷打过来，你一定要注意，要光，往着走。胡哥。你的网他妈的就像上个时期的网，你知道吗？妈，
和夏啥的吗？要看要九八 K 吧，你要吗？啊，是我有了，我有了，你拿吧。啊，我不玩了。就不玩，你交个点，我一会儿来拿。我他一炮，我他娘的意大利炮来一炮。这个开枪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们自己在玩自己是吧？没有没有。啊！那我们先打打，别开心了，朋友两队打。你像蓝天白云，山与水，一路好风雨。在哪里打的？我去。不是人机，不是人机，应该不是人机。要捡装备，人机会捡装备吗？人机不会吧？去哪有小白派？人机不会捡的。那、哎、有人，小心了，我这还有人。好、啊，刚才九八现在哪里啊？啊，我帮你拿着了。这里。我旁边是谁的脚步啊？我没动，很乱。老爸，你的脚步。哎。怎么了？有人呢。小心了，两个阿才。看看他妈的，这个应该可能打完了那一堆。我操，我没有包，很烦。到处都是包啊，不是吗？没东西收了，说好了三级甲呢？镜子都没一个，我操！果然你不能让你来，你一来就没了。傻逼！坏风水，我操！你他妈专门坏风水的。觉得说不定咱们现在把奥斯卡给杀了，然后马上一上就有三号三级甲了，一人一个。我觉得有可能。要不咱给他办了？我已经跑了，你们搜吧，好吧，都是你们的吧。那你跑是什么玩意儿？我操！知道你们要动手了呀，提前溜了。刚刚我一度以为我杀那个人是队友，我操！我都不管了，我就先杀了再说。我红点，我操！还有 MC 屁股。SP 我要，谢谢。我来了。fuck。对啊，我说我要。哦，你说你要。好。要你。就差个屁股了，难受。屁股每次都没有，特别难受。哎，人家打了。不是有人？不是吗？哎，三级甲。对，真是奥斯卡在这坏风水。哎，他一走，我操，就有了。
你们有本事说三个三级甲出来好吧，我就不信了，我收拾那么干净。那一队我不知道，那两队打完了以后我不知道去哪了。哇，在这！刚说完。再听我包，再听我包，再听我包，再听包。我来了。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老板娘，在哪里啊？着急，别着急。有没有啊？晋升定位？没镜子呀。需要？那我后面。啊！我操！他妈被个机器人打死了！好你妈的！我看到那个机器人不是了，走走走走走，走走走，你走，打不过他们，你们往山上走。有人吗？高处他们。有人，有人，有人，在烟那边。那不能走啊！先舔个包再走啊！他们有屁股呀。大不了就死在这了呗。哎，屁股呢？你们谁有屁股在哪里啊？没这个屁股玩的好难受啊！屁股呢？那不行，必须把他们杀了。我操，在哪里？出去两个，出去就两个。我操！我还没开枪呢，我操！啊，属实可惜。哇，三个人过来舔了。飞的溜油。快就被干死了。我是被机器人干死的。是，我是被那个什么打死的。我是你是不是被机器人干死的？虎哥，你是不是被机器人干死了？虎哥。是我错了，我没救虎哥。不是，我是被那个玩家打倒了以后，然后那个机器人干死的吗？你是被机器人干死的吗？我有什么办法的吗？他们就在旁边，我操！你是不是被机器人干死的？别废话，你是不是被机器人干死的？你就是想嘲笑我，也被机器人干死了呗？那行呗。啊，是被干死的，对，就是，对吧？就是承认就完事儿了，哪那么多废话呀？那好，你别后悔，我跟你说，下次机器人在你旁边，我先看着你被机器人干死，我再他妈的不怕。我真的醉了，我没话可说。是你被机器人干死，怎么那么多话呢？对不对？就是被机器人干死，就是我菜，跟你一样菜，我的锅。别带上我啊！我可没被机器人干死过。你被机器人他妈的是我。被机器人征服的王者，这什么图啊？哦，雪地图。
我们小房子。哇，好多人呢、啊！就两队吧，是不是、啊？我看的就两队啊，他们全进别墅了。进别墅怎么现在还没动静？就两队啊，两队呢，朋友。我操，但我没说过，那就是三队。我找到车了，不走。旁边还有人，我操，牛逼！是二两百方向那个房区有人，去把他吃了先。怎么说？行，我跟。连早不要暴露脚步。我这里 M24，你们谁要？我先打架，我拿。厕所里，还有人吗？不知道，可能有吧。上面肯定有人啊。走吧，回上面去吧。嗯？弄什么？你是上传到 GitHub， 然后他是 test 不过对吧？那啥，我听到了 Pornhub， 我听到 Pornhub， 嗯哼，因为你没有改动，你有改动吗？你没有改动是不能 publish 的，对的。外面还有人，外面对啊，外面哪个位置？我脸在那边20那边，哇操，德拉塔，你脸上有一个，你左手边打死了是吧？外面是喷子，头血的，我那个喷子打他两枪呀，他都没倒。虎哥秀啊！虎哥可救，虎哥！哇操！刚说完你秀。啊，这没办法，我不是满配的。刚说完你秀，你不是满配，不是满配，你不是满配，不是，你是枪的问题，枪的问题，对对。你闭嘴吧，你个零杀的，我操！我打全都他妈我打倒的，我操！我操！但是你最后这波实在是他妈就是我操！没办法，这枪压不下来，我操！不太行啊，虎哥！我的！对嘛，就菜嘛，你就说你，我就菜就完事儿了，虎哥。但是我不接受比我更菜的人说我菜。啊，我可比你强多了。他的从2点钟还他妈打到9点了，我操！
现在10:30，打了八个小时，是不是该差不多了吧？听你还休息了一下，少杰来的比较晚，我和虎哥他妈一直在打，打的人都傻了，打的都不清醒了。他们在左边，哦，没有贴脸上了，这有一到两个，把你这个搜的嗨的，我操！
我操，开始跑了好像。应该不会吧？跑，听声音像跑了。这里被搜了，对，他们应该是这样搜过去的，然后走了。我这边有人在打，很近。我操！你他妈不会被人机干废了吧，朋友？不是人机，不是人机，不是人机。在哪？不是人机啊，除了有人打架，就山上山上山上，二四五二四五，两个两个，至少看到两个，他们还在打别人，不止一对。嗯，你要么爬个墙角，要么干嘛？我是可以救。嗯？我是可以救。不着急，但是，哎，我现在脚步了，啊，自己人。一个红衣服的，一个白衣服的。救不了啊！有人了，有人了，喂！别救啊，喂！别救！虎哥溜，撞他们，撞他们。哼，奥斯卡第一个打，最后死。啊！我怎么最后死了？我的，不该喊能救的，可能救不了。我以为能救的 ，sorry。没事。有打中吗？哎呦，平底锅救了一名。哇，高了。可以呀、啊，对面这执行能力，我操，这两个人。冲过来补你，打完吗？最后一把吧，最后一把，好像很多把最后一把了。I hate these things. 点了 writing， 他都没说话，我操。能不能玩一把海盗图？丢了。哎，对，虎哥，刚刚你用的是什么镜子？你那个怎么是十字架的镜子？我这里，哦，可以把红点改成十字是吧？
是海岛图吗？是哪个图？哇，改了，这里，这以前是这个，没有这种东西的。有海岛图，吗？有医院，医院落了一群，医院落了八个，六个还是八个？医院人肯定会过来的。我操，落地八倍镜！我操，你们有这有人吗？没人，好像没人。没有，都在医院。医院还早呢，打不过来。医院人会过来的，等肯定会过来的。他没那么快，不用担心。对，没那么快，我们先慢慢搜吧。卧槽，落地八倍加四倍，可以啊！你怎么落地帮我捡这么多好装备？你妈的，你个逼！你动动脑子。好兄弟啊，一看就是，帮我捡这么多好东西。卧槽，这一个房间里面有你把三把 scar， 卧槽！要这么多 scar 干什么？都是随机刷。还有个鞠霄音朋友，医院不会来吧？他不会冒着跑毒的风险跟我们转队的。他们要想过来，他们早就会飞这里的，我觉得。什么呀？就他们会过来。就是如果毒圈在我们这儿的话，他需要跑毒的情况会要打过来啊，但现在的话不太可能。Scar 被捡完了吗？估计子弹也被捡完了，算了。喂，看到一个，不知道是不是人机，不知道是不是人机。那个菊花，我操，他们刚叫的。二倍镜，我操！机瞄的艺术。女的步枪跟我说一声，我没有步枪。Scar 这里。没有子弹啊。其实我刚留了一百发子弹，但我现在取走了。那就没有必要。你枪先拿着不行吗？但我觉得，万一要是我每次都是想着说这里面万一要是有呢？医院你们吗？医院人应该会过来取车。我觉得医院不会过来的。啊，取车可以。取车。可以的。对。我们就等他们取车，坐在车上一瞬间，
指甲握把有人要吗？啊？指甲握把有人要吗？不是锤子，指甲。带着。OK。这边这三个房子怎么没人搜、啊？枪屁股要吗？枪屁股哦。六倍镜要吗？六倍镜要吗？六倍镜我要。OK。然后他这狗他在抢我物资房，帮我捡个枪口呗，兄弟们。我有狙枪口。狙枪口有没有人要？没有的。枪屁股有人要吗？我有了，我也有了，我也有了。那我丢了，没人要，我也帮带了一个的。我枪都没有。不喜欢用。下来下来了，晕了下来了，两个，看到两个。好了。打。啊，阿董，倒一个，我脸上一个，倒一个。啊，你脸上那个在哪？我脸上有一个，打倒一个。你们就两个，你们看着办。你脸上一个，你脸上他妈那个在哪呀？那我怎么说嘛？我都说脸上了，你还让我怎么说呀？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。哦，我看到了，尽力了呀。这枪我压不住，我操！在二楼。对，在这里。他出来了，他跳出来了。在哪？他往右边跳出来，屋子的右边。他跑进烟里面了，烟那边。给我打两枪头。上来了，再听我包。我操！哎，这逼是锁头挂吗？我们一个都没干死吧？这么准吗？干死一个。我打到了，应该是救了。第一时间就输了，哎，没办法，我这地方被他们发现，没地方躲，我要能安全点就好了，我的位置太危险了，没办法，他们两个过来包我了。那我已经打死一个了，应该是三个，最多三个还是两个？一共四个，我打死一个，一共四个人，你看到四个人了？没有吧？不是啊，不是呀、啊。按照他先，你打完以后，你观战就是打死你的那一队啊。嗯嗯嗯，他们四个人。啊，都第三号离线，三号离线了。是啊，我们四个人，他还就剩两个人，就剩两个。他们过来是三个人过来的是吧？他过来应该是四个人过来的，只是三个，反正我打死一个，一个是抢车的那个我打死了，然后你那边枪声就响了，你就死了。哦，你已经打死一个了，那你们不是三打二吗？我前面有人啊，我没法帮你们，我完全没有法帮你们，我前面架着一个呢。你们是，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打的，你们是莽着冲呢，还是他们冲你呢？我不知道，完全不知道。然后第一时间是这样嘛，你打死一个，然后我打倒一个，那不你们三打一吗？后面四个人怎么会三打一呢？我打死一个以后，
不是三个人吗？他们已经在医院死了一个了。四个，一共四个，明白了吗？一共是四个。哦，他们买坡上的，然后我刚打倒你那边你就倒了。像我这边两个，你那边一个吧，不是三个人吧？一共，没错。是他的游戏上面显示是四个人，有可能另外一个跟他们不是一队的，我不知道。反正我是打死一个的，我打倒了以后不死的。就他们在医院死了一个人了，就你看他们视角的时候，他们是两个人还是三个人？看到一个汽车旁边。啊，没事，不想。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死的，我就想知道我们是几打几打输。也有可能是四打三，然后是四打二。如果算上你的话，就是四打二。但我那个是不用吹灰之力就打死了。你都不用了，我操！三个黄区应该没人的话，你自己搜吧。你自己搜，断开连接。我的连接断开，你们自己搜。吃不吃饭啊，所以啊？吃不吃啊？饿了，饿了，我操！妈的，这跳了个什么鸟不拉屎的地方？你不说话，我们怎么敢跳？我就这么说。我不跟随了吧？我跟随了，我害怕有人呀，所以我是以求稳来跳啊。待会吃不吃饭，这重点不是打。有人，有绿色衣服的，人机。等一下，人机是吗？让我解决他，你们让开，别动！没了，操，失败了。哦，操！我想扎死他们，别过去。他怎么了？你过去轮番凌辱，我操！过去填什么呢？我想知道。奥斯卡。啊？不是人机不会捡东西的吗？他刚落地而已啊。我发现他妈的奥斯卡贼喜欢装傻，我操！干他！他现在装傻，你干他，胡哥！我装什么傻？干他！他每次就是，其实心里他妈的跟武定似的，我跟你说。不是吧？不是，你想跟我说？你看啊，听我装！哇，你听我说，你看啊，人机他不会捡装备。那他落地又没装备，那他装备哪里来的？对不对？没错吧？会啊，会捡装备啊！你是不是傻呀、啊？他能捡装备啊？你不然的话、哦、可以捡装备。对啊。懂了。看，一个假木拉滚的。这个 G36C 还行啊。刚我们有配件，我扫射把那个人扫死了，也有个四五十吧，三十吧。没什么空，走了。发现你这人他妈贼会装傻。啊，完了，做完坏事了啊！真的，没有的，我不装傻的，真的。你少来了，别鸡巴装傻！你们待会又到底有没有人吃饭？不是你们，这还没讨论吗？解决了。大哥，你别问了呀，早就说好了吃呀，大哥。行。还在张所了，张所。那扎坦呢？扎坦是你去接啊，不说好了吗？刚，我操，滚！你他妈你接？不，刚刚说是虎哥接，对，说错了，虎哥接扎坦。看到了，操你妈！操你妈！这么远？要找年代。好了，走，跟我走去偷东西。打什么呀？我操，这我没打死啊。去收东西吧，你们自己玩。让我扎死他，可以让我扎死他吗？没有，他已经死了，致死。我操，我想叫我炸弹扎死他。哇，我看到你，胡哥。
停了，等等，有人在打我，我不知道哪里打的，我打死了，你他妈人机之王真的是，哦，哎呦，人机就他妈喜欢追着你打，我还在舔装备，子弹都没有，哇，只有28个人了是吧？人机真多呀。哎，这边不能出去的吗？我操！我哎呀，我没年弹了，我不想用那个年弹。我有年弹。我无所谓，无所谓，从那回去。啊、哦、，OK。让他们走。进圈，进圈。18个人就7队，大概。操，虎哥数学小天才，滚你妈的，我操，我操，非常快计算，真的吗，讨厌，我操，不是谁怂，每次都看着谁怂，我最想用谁怂。我原来见过一种玩法，就是自己一个人打4个人的时候，在车上安上 C4， 然后直接开过去。有人打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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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说，别有人打我，有人打我，谁在打你？不然我在找，我在找，我在找。挺远的，挺远的，又打了一枪，而且消音那种的。哦，没看到。没了。那你没看到？没了。卧槽，这里面怎么这么大，是有2个火箭弹，你们要不要玩玩？不是，为什么这里这么大，你们有谁来想来看看吗？什么东西，卧槽，这谁发的？不是，这个地下室怎么这么大啊？我跟你说了，很大的，我当初跟着我们 follow me， 没有好东西的。枪屁股吗？你们有 ？OK， 我在圈里面等你。哦，你已经在圈里面，我在这里等你们。我、哦、看到人了，24、25方向，我这里25。我操，完了，我要怎么上来啊？朋友，爬上来啊！啊？25有人，25有人，25有人。到了，我知道了。来了，我来了。不远的，不远的。哇，你先躲好，不要让他们发现你。没发现我，没发现我，我看着他们在走，25还是25，在我坡底下，防区了，进防区了，给你们标个点，这个防区。我操！我怎么从那么远的地方出来了？妈的！哎，他们过来，他们过来了，他们往我们这边走了。285，285，看到没有？有个正跑的，285。我操！我来了，你们慢点打。我顺便从他妈那个地下室两个就两个往右边再走，别他们要过来，放进来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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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样的话他们有掩体，哦，可能看到我们了。怪，我觉得，天明小心点啊！看到我们应该是，就是精明的光，往下跑了。还在他妈探索，我操！85有人，2个人，3个人，打你吗？没有，打他在底下，85，打你，打我了。OK， 后面有人打我，不知道哪里打的。帮人，已经发现你了，不用管他。你要想拉，你就慢慢往那边拉，给你那个啥。
哦，我看见在打你们的人了。我、哦、这边有点近了，开始。要防下面就有。拼命屁股，屁股。屁股我在用啊。我一个。哦，你在用啊 ？OK OK。哪边有人啊？你说这边有人吗？上面那个屋子有人看到吗？哦，看到了，他们在打。先别开啊！看到人了，我来冲过来。他们看到你们了，看到我了，他们看到我了，你们有谁来帮我压一下？他们在打我，帮你打呢。他们在扶，现在在扶。左边拉了一个，左边拉了两个，一枪。哇，一丝血那个人，领头那个。哎，右边那个动了，右边那个动了。就架死他们啊，他们要跑毒的。不接不接。哎，他们过不来了。左边那个很近了，左边那个大石头后面，他封烟想往上走。哦，在那儿是 OK， 我知道了。哎，跑啊，左边那个跑了。我操！右边那个，对，侧面还有，你不下来，我在看着那儿呢。你要下来，不然我没法救你，你容易死。我操，这火力真鸡巴猛啊！效果可以啊，怎么打？我拉出去。右边那个被毒死了吗？还没看到人啊。我在看着你，别动，你不用管这个了，我来看，就你小心不要被他打死就行。还在呢，还在呢。1250有人。前面有子弹吗？250有人。250有人。255。我有，你要什么子弹？你要什么子弹？56。啊，在打我那个人。那人在打我。够用吗？够用吗？够，足够了，足够，谢谢。对，255。捡回来吗？我捡不下那么多，我捡不下那么多。我操，捡不下就别叫我捡了，再别叫我掉了，我还有100多发才能掉给你。我 OK。打不到我呢，他打不到我，他着急，他为他队友着急。你帮我看我旁边。大家队友跑了。你们谁有762子弹？我没了。762没有。只有28发，280两个人，280两个人。自从不特别开心这样。这他妈怎么进？他们也行。280三个人，在打虎哥，在打虎哥。阿坦，你要打一些开枪打打人的，你蹲在这儿没有用啊！啊，我们这看看圈吧，只能。右手边看到没有？右手边也有人的。我知道。762，给我点762，有没有？没有。我包里有。完冒险了，朋友。没掩体了。我操！为什么会跳下去了？被打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帮帮你队友？你都处在那，你为什么跳下去了？我就不懂。我没掩体，那顶上都被你们占了，要么就站图外。他们舔包了，小姐。没办法，打不了，我太近。阿坦，你知道你的左下角，就是你现在左下角是有一队的吗？对吧？他把我打死了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我知道他打死你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还跳下去了。是不是你队友要被打的时候你也要还击，哪怕随便开几枪，脸上充脸了，你还趴，你这样慢慢蹲下来看。打药，先打药。哦，对吧？
他的两个枪可能切换的还不太熟。哦，操！可惜，差不多了吧，兄弟们。对方打我们的直接吃，估计。哎，我看你上没地方能躲了呀，我看都被你们站着了，我没地方站了。你就趴着不就好了吗？我们都趴着在独外啊，你们把那个路口给堵住了，好像。你可以走前一点吧。前一点就被打了。我反正当时看了一圈，没地方了，我就只能跑了，不然我就吃毒。我应该冷静一点的，对，我太慌了。我觉得他们打不死我的，没想到这么准。你觉得你我就是反面教材呀、啊，我往前走的时候，你们没人帮我开枪。护我一下，我就被他们狂弹打死了呀！他们火力很猛啊！哎，怎么看这把打了多少伤害？我感觉我打了好多伤害。肯定你最多啊！怎么看？哪里看？我不知道。那、哦、快点准备！找到了。我打了191。那应该吃两个了。那应该吃两个了。上级打292，啊，不玩了吧？这怎么看？Match history， career，哦 ，Match history， 那我们吃鸡的晚了，我打了多少伤害？208，会不会多一点的？我操，怎么都200多伤害啊？这么垃圾啊！哎，还玩吗？我操，我都这么狠，哎，差不多了吧，小杰？可以差不多，我都可以。虎哥，差不多了吧，虎哥 ？Timmy， 差不多了吧 ，Timmy？ 这不是还没带 Timmy 吃上鸡吗？确实啊，这是遗憾。这我错了，我应该对了。虎哥的问题，任何问题都是怪虎哥。对。哎，跟个飞机抽个烟去。先跟队啊。我跟飞机抽烟去。你们这样跳哪了？这样哪都行。皮嘎？他们都抽烟去了，牛落地他们也是拿不到枪。电站。我觉得还是 L 港吧 ，L 港跳不到，要提前开赛。包票对，包票。啊，电站算球。他们抽烟，你能保证他们能来吗？回来得了吗？能啊，为什么不能啊？他抽烟很快的嘛，他抽烟很快的。那么还 L 港吧，估计回不来。这飞机飞不了30秒，对吧？我也飞不过去。小姐，我们把三枪留给你吧，往后可以飞。你这样的话，你进一进。小菜鸡，估计过不了农村，我们帮你搜完了，他妈不好玩。啥？
我说你个小菜鸡，你看，哎，你飞得过去，可以。飞得过去啊，我正正好好到三仓。找到跟你抢三仓了。刚落的时候，我们他妈。我这跳伞会比你差。哎，到。我操，虎哥跳伞撑到一，没人敢撑到二。哈哈，我不喜欢这种男生，垃圾，我操，白玩。我说了吧，你看，奥斯卡就没回来。你说怎么跳着了？他妈下跳小电厂，我操！他回来了呀，只没说话而已。人都开始跑了。要把你都炸倒啊！用 C 四，感受一下 C 四的威力，需不需要？不需要。好，那我来炸你们了。哇操！你可以炸一下奥斯卡，反正奥斯卡现在不说话。你可能炸完他又会说话了。你可以炸一下试试。我看一下奥斯卡在哪啊？来了。哎，虎哥，你要不要六倍镜啊，虎哥？我有了，来炸一下。不可能吧？都有啊。六倍镜都给你准备好了，没意思啊。六倍镜、啊。我有六倍，我不需要。你们没人要六倍的吗？那我丢了。设计。我可以啊。OK， 设计，那过来保护呀。那保护就不保护了。他炸我。没有，可以，我可以没有。哎，那我来了。你要感受一下威力吗？嗯，感受一下，我还没感受过呢。来，不，你们要站在差不多近点的地方啊，你不能太远，太远的话也杀不到人。就也不是不杀不到吧，你们会震到。来。嗯，不，这他妈是谁搜的屋子啊！我操，地上满地的装备，没人要的，这么有钱、啊？没人搜过吧？有人搜过，门开着。虎哥，你他妈在干什么？在他妈蹦迪吗？我操！我在看哪个房子是空的。不是，我说你这 BGM 是他妈什么东西啊？啊，那个黑胶唱片。我看到，我操！为啥没人死啊？就扎坦掉了那么一点点血。因为那个 B 跑开了。我操，跑开了，很聪明的跑开了。我听到了呀，你往那个门上放了，你想我从那个门出来，然后你把那个门炸了吗？我知道了。不需要，真不需要，你只要在那个房间周围，直接都会被炸到。我还是不骗你，我跟你说，根本不需要所谓的。帮我捡个全息什么的，谢谢大家。帮我捡个狙击枪枪口，谢谢大家。哦，红点我有了，谢谢大家。我就像个狙击枪口了，我就无敌了，对吧？我有啊，狙击枪口。那可以六倍镜嘛？好吧。我在用啊。
连一个大锅都没有现在。走了吧。哦，去吃动物去了。你们那路边有辆白色的轿车。看了吗？你们？什么车？白色的轿车，直接那个防空洞吧。Whatever。哎，干嘛？你在干嘛？我去接 Timmy 啊！我操！你先跑嘛！我操！你怎么给我头一枪啊？真的给到头了吗？头又没了。哎 ，Timmy， 一下，回击他。我怎么回击？我在开车。先去甲给打掉。你我这又有没有被没有要的？我开，你打。要。哎，我有屁股，我步枪屁股，谁要步枪屁股？哎，我好像要。好吧。你们可以先走。哎，赵杰呢？我这里。赵杰在哪？不知道。赵杰在哪？那你给我点药吧，少杰，我没药了。没的问题，药我多的是。就是让我爽一把，爆你的头。对。好直接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能在这里面把队友拍下去吗？可以啊。不能不能。怎么拍下去？这拍下去？激光吗？走吗？走还是收？平底锅可以啊。搜一下呗。我操，这里他妈穷的像被舔过一样。我操，这就缩毒了。有人，快走快走，来带上我虎哥。虎哥，等着。定，哇，我被定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怎么人死了？啊，我爬过来，还有烟吗？我爬过来。是被人打了还是怎么着呢？被人打了，打起来，在哪？我知道，在那个一刹车就被人打了。我操，你也怎么倒了？那算，那就不救了，救不了，救得了吗？救不了，救不了，脸上有人，但你们可以打，打得过就可以打，我们得换个位置打。这有钱，反钱，我们在这里反钱，那也可以。上楼打。有车。管着他不在那里重启。先进楼吧。在外面打，你从楼里打。我从楼里打。
呀，没人吗？有人，有人，有人。我这个角度看不到。嗯。在那个红屋子里面，应该，对吧？他们和另外一队在哪？这不行吧？啊，走吧，不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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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。打不了。哎，有人？啊，我把车胎打爆了。三级包要不要？对。二楼。拿了速走。我的。你开车还是我开？你开，走。交警。先进圈再说吧。哎，直接 S 岗吧。是在圈里面交警。那是人出来了吗？我觉得好像可以打在这里。怎么说？他们好像在大平原上跑，哎。撞就停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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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这。这儿吧，停这儿，这儿。他们是在大平原上跑吗？哦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我看错了，直接走，直接走，直接走。他们有车，他们有车，他们也是在车开车呢。直接走吧。行。你开车。你开车。就在旁边车，他们冒烟了，他们，冒烟了，冒烟了，冒了，追他们，他们停在那个城市了吧？应该。哎呀，你别急着停车，如果他们停了，我们不停，直接走，走走走，直接走。应该要停了，他们走走走走走。直接去 S 岗。啊，我知道。滑翔机能打下来吗？能打下来，但很难。哇！别告诉我，最后被天降正义妈的炸死！我操！我操！哎，也可以，这里左边，左边，对，笔直撞下墙。哦，谢飞机上的，飞机上的人打的，飞机可以坐两个人吗？飞机可以开枪？嗯？三级包？你好啊。我觉得可以去 S 岗。好。
要去就要果断去。算了，不去了。因为做去，不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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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去啥呀？圈外了。我尿一下。嗯，谈我的视角，这样站在这儿以后这样看，看到没？这样可以看到视角。看，你是这样的吗？你按 Q E Q， 然后这么一点点，你就能卡到他视角。就说这种情况，看到没？你就能卡到他视角。有人啊！我操！我操！啊？到哪去了？没停。停了没？有可能去八上，有可能停了。在320这个方向向上走，你停了应该。我觉得还是建议看一下圈外先。看 S 港的人吗，朋友？车。我他妈物料不多了，我操！物料不多了，不打不打。没想到那边，还挺吓人的。我多用5.56，我就63发备弹了。我就一，我多少？我也就100发，我给你30发。不用不用，15发就够，15发。556啊？嗯嗯。有人打我们，把我们车胎卸了。我看到了，路边。就刚那个开车的那个，这怎么我又和车撞？我不知道，这跑毒了呀！哦，那他妈在那上面他妈有喷头，脸啊！我操！你干啥？那个摩托车那儿，哦，不是汽车那儿，后面那个石头后面。你说太可打爆了，所以咱们要么得跑毒，要么就强行开这个车。强行开。直接走吧，直接走吧。你这车能开吗？有点艰难。走吧。
停吧，停吧，停吧，停吧。居然没撞死你，牛逼！干什么呢？还有人？我看看后面，我看后面没有。我打保险。啊。你别忘了那车、哦、那车子知道我们在哪儿、啊、不从门位置挺好的，所以我到这儿来了，我到这儿了。我那个车着火了，还在看那个车着火。那个傻逼他妈被打成狗了，看来。不是他。他妈蓝车，那个人也看是蓝车。这是白车。我感觉像蓝车，可能是色盲吧。那人反还活着，在260。应该不会看我们这儿了，可能我们这边废红应该都清了。我这他妈67。260有人。他不贴脸，你就先别打。他没在动，死了，直接死了。那人站着干什么？对，就这种有把握的他开。那个人站着干什么呢？就知道那人好像在想，在，他没意识到这边有人。但是他好像也没拿着枪。哎，又有一个，打就打，杵在那的话。在那边树后，265方向树后。啊，我打不到。我打不到。我就跑。两个。这边左侧有。我看着右边，你左侧你自己看。我操，他妈的老子爆，就在他妈左侧他妈枪口下面。空投那附近。嗯，我看到了。别到处的热人吧，这个圈还是。我们可以慢慢挪动了，别打了，可以慢慢挪了。要吓我们？我们右边是有人的啊，左边有人，我也是看到，我看到了，原点，贴脸我们不打，150米以上，盲点这附近也有两个人在上，我操，没子弹了，妈的，要什么子弹？762我有很多，762你有多少？有95发，但是我是98K，所以我可以给你很多。够了，不用给的，你就够了。116发不太一定。靠得近就给了，离得远就算了。对，算了。我们这儿有人了。他还想他妈弄空投，我操！打吗？我是要打吗？不打。换 ，OK。不打，没人看到我们。跟我这边爬，这边石头多，有岩点。
哦，我们左边左后。我们来的地方。没有，让他们打，让他们打，让他们打。我右前还有个人，看到了一个吉利服，我想把那个吉利服摸掉。摸不掉的，你摸掉了就没了。摸得掉，摸得掉，我这边有掩体。那你倒了，我就不管你了，我往前了，没法救。不管不管，我想把那个吉利服打掉。我操！这么厚吗？他怎么这么厚啊？跟你讲，这都没死。我操，这他妈也太厚了吧！我拿双杀了呢，这下就麻烦了，这就圈就不好进。那我知道在哪。看了，160树有一个，少杰你看到了啊？那结束，炸了，炸了！先找掩体，先找掩体，找这根树。哎，打不过去！妈呀，你别跑啊，我有烟啊！往我这儿爬呀、啊？那你怎么办？不服不服！别趴着了吧，这集队了趴着干嘛？我没有掩体，你让我怎么到哪去打？没有，他们那个地不好，他们刚好有个斜坡在那边。对啊对啊，趴着没用的呀，你走一样的呀。你趴着，趴完我往趴，我有烟儿啊。先等我扔烟。你烟，我死了。你扔烟已经来不及了，我已经死掉了。我说你趴了嘛，我说趴趴趴趴趴，你一趴，然后赶快变。我来抽烟，他们已经看到了，没用的，没用的，没用的，已经看到了。我感觉你们都被趴着，就站着，死了就死了，死了就没办法。他们位置好，趴着照样打得到，又不是瞎子。我操！不过那个吉利夫怎么这么厚啊？对啊，可惜，啊，吉利夫死了，这是我感觉是有感消应狙把他干死。结束，好了吧，差不多了吧？我操！怪我和 Timmy 死了，没死我们可能就吃鸡了。对的，没死应该就吃鸡了。我们四个人就不会走。我们开车太早了。我去了 Timmy 标的四号点。我说 Timmy 有人 ，Timmy 还没进房间 ，Timmy 就死了。对，我标的就是有人啊。哦，你是标了有人啊？我以为你是让我们去那里啊，你标了那个点。你们俩挺牛逼啊。他标了那个点，然后我就去那个点了。我不知道，不知道 Timmy 标是有人的意思。可惜可惜。结束？还怎么说？这是二打二吧？结束了吧？还不玩吗？不玩了吧？结束，玩的头痛了，我操！那吃饭怎么说？你再问我。虎哥接 Timmy 啊，然后你接我呀。我接你。对啊，走啊！我看我女朋友。你把那个啥发给我，你把你的那个给我。一直。Timmy。因为把地址发给虎哥，虎哥我会去，你要不要先来接我？我带路带你去接 Timmy， 我到 Timmy 家了。想多，你就有个桥，你知道吧？下了桥第一个路口右转，然后出去之后，第三个路口再右转，然后看到路口立刻右转。我在你们俩中间，要点好不好？那这样吧，我们就不都不开车，就虎哥今天司机了。
我在马去找虎哥，我操！虎哥司机，虎哥外卖。滚！怎么说，虎哥？你到底吃不吃？吃就走，听你。你俩自己看着办。吃不吃啊，到底？你们不是说好了吗？你吃不吃？你不是说好了吗？我说好了呀。对啊。那我接你，你把那个地址发我。行。嗯，我现在准备一下出门。你要多久？要一会儿。我得先帮我女朋友把我210的那个作业弄掉。行，这么快有作业了吗？对，他有个那个 pre-activity， 你反正虎哥先出门，虎哥接杂谈要很久呢，我们过去20分钟就到了。你虎哥开车很快的吗？很快的。虎哥，哇，那条路，虎哥真的，你看不到200，我真的是看不起你那条路真的。那条路那天，我280，你不信问题你。你开个200不过分吧？你那个车，我一直挖着那个挖板，知道吗？皮皮被我吓死了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这不刹车的啦。皮皮怕我们车翻了，你知道吗？那天，我跟你开不到200，我看不起你啊！跟你说好了，听你验收啊。大晚上的，那我这样好不好？我可以开到200以上，但是我一旦被警察扑了，罚单你帮我交好不好？我先找你帮我交。不用交罚单了，直接抓了。你开200，你还直接抓了，车都被拖了，好吗？你不是罚单的问题了呀，虎哥，你要被抓了，真的我救不了你啊。但问题是，打官警察追不上你啊。80了。啊，虎哥，你开不到200，我看不起你啊！说好啊，我那天280，我不骗你的，你们听你啊。晕。